间飞逝，留下了往事的回忆，岁月沧桑沉淀了古村厚重的人文历史。今天走遍梦境栏目来到了魏家坡景区，这里有古色古香的老房子，绿绿斑驳的旧墙壁，光滑透亮的青石板巷道，古朴却不破旧，久远却未尘封。一方庭院，一茶一饭，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对很多人来说，这便是心底最向往的朴实幸福，而对久居城市的人们来说，这却是难得的奢侈。不妨趁着周末到魏家坡400年古民居建筑群来走一走，古宅听风，暖阳为伴，静享安宁的午后，一起来吧，我们在这里等你。进一步提升游客的体验度，五月里的每天上午在景区将有魏家迎宾礼、河洛大鼓曲艺等多种形式的综艺演出，打造沉浸式历史情景剧《魏坡谣》，利用实景演出的形式让游客近距离了解明清时期官宦人家的起居日常。这些结合魏家坡地区历史事实改编而成的故事，讲述了魏氏家族的兴起与繁盛。其中的道理，成为上医，才能去治病救人呐。近年来，景区发扬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河洛文化，借助拥有400年沧桑历史的珍贵乡院古建筑群，在文化及旅游层面上都提升了一个新的台阶。Thank you.
琴，咱们大家伙儿都知道呢，在咱们孟津可以说是一年四季瓜果飘香，在不同季节来到孟津都可以吃到最新鲜最美味的水果。对呀，而且呢在这个季节呢，你来到孟津还可以自己亲自动手采摘，体验采摘的乐趣。那必须的呀，我记得小时候我们家门口有一棵大桑树，这个季节正是吃桑葚的好时候。哎呦，说到这儿呢，您今天跟着姐姐可来对了。那今天呢我就带你来到咱们朝阳镇绿珠桑果园，也可以说是咱们朝阳镇最大的一个桑果园。在这儿呢姐姐就带你体验童真，让你感受小时候桑果的味道，好不好？好呀。哎呦爷，你今天这个头上的小花花特别的漂亮。你的花也很漂亮哟。哎，来到这里就尽情的享受大自然，是不是？对呀，释放咱们的童真童趣，多好呀，是不是？好呀。好，那就废话不多说，咱们抓紧时间去园子里转转，好不好？走吧。好呀。哎爷爷，你发现没，一走进这个园子呀，真的是一阵清香扑面而来，闻到大自然的味道了吗？还有一股甜味。哎呀，太棒了。哎，这儿有个工作人员，咱问问这个现在桑果怎么采摘呢？入园需要门票的话，一张门票30元，然后出来还能送您半斤。啊，这个拿这个筐子摘是吧？拿筐子进去摘。啊，进去就是随便吃。随便吃，随便吃。哎呦，那今天送半斤呀？啊，走的时候再送半斤。对对对。哎呦，太好了。好，我们那咱赶紧去看看吧。好。果园了，咱们放眼望去可以看到这个面积特别的大，大概呢有100多亩。这个园子的主打品种呢，大概有这个大石，还有这个红果二号，最出名的就是园子的白玉王了。你知道什么叫白玉王吗？白玉王，难道是白色的吗？顾名思义啊，那肯定是白色的。哎，这里就是白玉王了。来，咱们再摘一个，这个。哎，这儿有一个啊，这儿有一个大的是吧？好，哟。果子都熟了，哦，我们给摄像机看一下吧。这个呢就是白玉王，我都没见过白色的呀，没有见过白色的桑葚，没。其实我见的大多数也是那种黑紫色的。嗯，这样吧，你替大家伙尝一尝，看这个口感怎么样？哎呦，爆汁了都，好甜呀，特别甜，是不是？我也吃一个，尝尝味道怎么样？这比我吃的黑色的还甜，比黑的还甜。嗯。嗯。是不是很甜？还有很香很香。你看师傅那摘的好多呀，这个是你刚摘的吗？师傅啊，对对对，我看这个跟树上这个颜色好像不太一样，这个是还没有成熟吗？啊，对对对，那红色没有熟，是不是还得再长一段？啊，对对对。爷，你尝这个黑色的，跟就是咱们刚才这个白玉王比起来，嗯，我尝了，这个黑色就是我小时候吃的那种，就是略略带一点点酸，但是也很甜。